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嘉义县议会消息。嘉义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七次定期大会今仔日正式开机，由议长张美代主持，会中进行甲议案有关嘉义县牌照税征收细则第四条、第九条修正草案等四案，全数下伫大会无异议通过一读，送到人审。嘉义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七次定期大会四号上午在议会议事厅来行，大会由议长张美代主持。第一天会议除了确认议事程序以外，也确认总质询采取何种的方法来进行，最后决议采取个别抽签为主，每人五十分钟。另外也审议甲议案，嘉义县使用牌照税征收细则第四条、第九条修正草案。甲议案有关107年度都市危险甲老旧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经费补助等四案，合计经费543万多元。甲三案有关107年度嘉义县政府辅导农民办理防治台湾米狗危害农作示范计划议案，合计24万多元。甲四案有关卫福部工业采管回馈金补助办理社会救助法验收一户中介收集号出证业方案等六案，拢而且同意贴付，等待以后依照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全部四件提案拢下伫大会无异议通过一读，送到人审会审查。新闻，钟乃成，嘉义县采访报道。